Hello，欢迎来到 DBS。今天也带大家看看这一次拼装活动的奖励机——联邦德国空军的 F4F 幽灵机。这里的 F4F 可不是二战那个 F4F 野猫，而是联邦德国于冷战期间使用的一款特规幽灵机。身为台湾人的大家，可能多少知道美国人常常担心我们这些盟友拿飞机去舔地，攻击那些不希望你攻击的国家。比如说，我国的 F16 或是日本自卫队的 F-14J 都阉割了对地攻击的功能，而这边的德国 F4F 也不例外。这款 F4 可以说是美国 F41 的德国特试版，与美国最大的差别就是阉割了对地攻击能力。尽管铁壳炸弹或是无导引火箭这种武装还是可以携带，但是比较高级的空对地飞弹就不行啦。至少目前官网上是这样讲啦。实际上游戏里面会不会还是要以游戏为主，所以这边的资讯大家参考就好。不过官网给的渲染图确实没有对地飞弹啦，所以应该就是这样了。对空武装的部分，除了固定的 M61 机炮以外，还有 AM9B、91到 9J 的选择。这部分和美国是一样的，只可惜没有 AM7 的配置，同时也没有热焰弹。整体来讲，就是阉割版的 F41。不知道必要会不会有相应的调整呢？对了，官网还提到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，那就是德国版的 F4F 也会有科技树里面的银币版可以供研发。不愧是全游戏最划算的科技树，玩德国就每输都有了。德国玩家准备好了吗？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欢迎给我们一个赞并订阅本频道，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600人咯，离1000的门槛越来越近啦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